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中午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这个今天就吃咖喱饭，因为我抬东西上来，我很清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咖喱饭有什么令人惊艳的地方。譬如说味道特别浓啊，或者是，还没抬出来。修。好。这个是竹笋汤。好，这个是刚出炉的这个咖喱饭哦，那刚出的时候呢，肉特别多啊。好，再晚一点就只剩下马铃薯跟地瓜了。马铃薯跟红萝卜了。那个是牛蒡。这个是今天的饭，还没有备用。好了，那就这样，谢谢大姐，谢谢，用餐。